全新2023款的沃尔沃 XC40 现在也开始卷了。咱们今天来看看沃尔沃 XC40 的2023款 B44 区致远运动版，多少可以拿下。 XC40 是沃尔沃旗下最便宜的紧凑型 SUV， 外观方面非常时尚的造型设计，小巧精致，很适合女生。后排座椅在不放倒的状态下，行李舱容积就能达到452升，它的后备箱空间运用很棒。内饰当你进来的时候会发现非常眼熟，中控屏采用斯坦蒂纳维亚式美学设计，整体做工精致，用料环保。配置方面，全景大天窗，真皮座椅，无钥匙进入，倒车影像，自适应巡航，全速自适应巡航 L2 级别，辅助驾驶，自动驻车，上坡辅助等都是配有的。当然沃尔沃的车子都拥有非常顶级的安全防护，像车道偏离预警、前方碰撞预警、后方交通预警、倒车车侧预警、主动刹车、并线辅助、车道保持辅助系统、前排系部安全气囊、侧安全气囊和气帘等等也都是配有的。动力方面，该版本搭载 2.0 升涡轮增压直列四缸发动机，发动机最大马力为197匹，峰值扭矩为300牛米，拥有全时四驱系统，在七档双离合变速箱和48伏轻混系统的加持下，该版本的 WLTC 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7.05升。目前 B44 区致远运动版在部分地区裸车已经在24万左右了，当然由于各地行情是有差异的，左下角链接了解当地最新行情。整体来说，沃尔沃 XC40 是一款男女通吃车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